抗生素真的可以加快普通感冒症状恢复吗？其实是错误的。普通感冒又称伤风或急性上呼吸道感染，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，表现为头疼、发热、鼻涕、鼻塞、咽喉疼、咳嗽等症状，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，包括鼻病毒、冠状病毒、腺病毒、副流感病毒、微道合胞病毒等。抗生素是针对细菌感染的，对病毒感染是无效的。感冒后正确的治疗是多喝水、休息，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，对症处理，按时吃感冒药。如果体温超过 38.5 度，可以临时吃退烧药，如对酰氨基酚或布洛芬，一般不需要使用抗病毒药物。当然，如果感冒后可比细菌感染，可以使用抗生素，如口服青霉素类、除孢菌素类或大黄内酯类抗生素。